找到吗？他可能要打，他要打太极，他好像会头晕。橡皮筋啊。没有，就随便拿一个就好了啊。好啊，整整整的。哎，找到。因为什么？我的名字被切成中瑞。就会慢慢习惯的，这已经算很好了。你要去其他学校，那个根本就是真热。这还有风扇，这有风扇，窗户还通，有通。有人跟我讲风扇。这已经算是有，算是很好的状况下。对啊。哎，这个还要。这样子打，这样子呢，回家练习。这个都很会打吗？因为我不太会打。不太会打。就是打，这边应该是你打的多。这边是热血，这边来打身体健康。那你先这边你打，对，这边打，这边你打那些。好。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专业的，这应该是技巧比较多吧。你看到你的吗？哎，那就问 Jeff 那边， Jeff 那边还有一排。没关系，你的名字也不见。来排，我来排。你是？为什么要取这么难念？我光念你的名字我就已经没有，不是这太正常，关键是三个字的，这很难写。比如你随便拿一个，这个代表你。不行，还有所有字，这里的。你很坚持就对了。你只来一次，但我也有一张纸。我这次可能有点假的。
不早了，哪里呀？北京六路，还有啥？